电偶合模块。我来的时候你说没什么大问题，还说你敢打包票。也可能看走眼了呗，找别人也可以啊，看谁愿意接待一个在边境晃悠的流浪者。钱的事儿得按商量好的来，一分都不多给。那你可以拿我的工具自己去修。没问题，那你让让。啥？想出什么办法了吗？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所以呢？闭嘴，我想不出来了。我打算绕开耦合，拉一条线出来打火。那样压缩机会一直转，有可能失灵的。我让你发表意见了吗？好吧，现在看看能不能行。我刚才都跟你说过了。还真有两把刷子，问题是这能撑多久呢？能开到夜之城就行，到那儿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好吧。你不是说会失灵吗？看，一般般，不怎么地。我看和吐口痰再用大力胶粘上了差不多。不重要，只要能开就行。我要找个人，叫 Jackie Wells， 也许你。这天线看来不怎么管用，完全没听见有人进来。我用你说。哎 ，Mike， 我不知道你这儿有客人。刚来没几个小时，我以为他跟你打过招呼了。不用慌 ，Mike， 有什么事商量着来呗。你难道不知道来镇子上要先跟警长打声招呼吗？告诉他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。哪怕只是去喝一杯咖啡。不用担心，我一会儿就走。我想问你的不是这个，对吧？我叫 Andrew Jones， 你可能听说过。我好像并没有。上一次战争的时候参加过特种部队，听说过银色霰弹枪吗？我好像没听说过。你不太好说话是吧？这是流浪者的车吗？哼，我还以为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那我洗耳恭听。我来告诉你问题在哪儿。一看见流浪狗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家族的营地在哪儿？没有族人，也没有营地，就我自己一个。我不信，流浪者们总是成群结队的。我的家族全都散了。所以我才打算去夜之城。那你算是流浪者里的流浪者了，希望你能尽快给我离开，上路去。我听说你们这儿特别热情好客，看起来还真是名不虚传呢。你可算是说对了，只要是懂规矩的，我们都特别欢迎。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广播通信塔，我的天线坏了，但我需要联系别人。你需要的是赶紧滚出去，一个字也别废话。我不想再看到你在这周围乱晃，懂了吗？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不想找麻烦。那就别废话，赶紧上路，越快越好。
听话。啊，终于连上了。Willie McCoy， 听到你的声音可真好。V， 可惜我不能这么说。为什么不能？既然你和部族掰了，那我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。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胆小了。应该说是忠心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没规矩就别想办成事，没门。这一片是流浪者的地盘，所以活都归他们。要是你还是 Baker 家的人，就不会有问题。你应该学学他们，和其他人一样加入蛇帮。哼，去他妈的蛇帮！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最后一次。又是最后一次？我得去找一个客户卸货，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约好的时间，约好的地点，你都遵守了吗？是我车的电子耦合报销了，能走到这儿都是奇迹。客户也许给我留了信息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可以，不过我就只能帮你这最后一次。客户名字是什么？ Jackie Wells。 哦，我这儿还真有他消息，他在一个农场等你，地址这就发给你了。谢了，威雷，我欠你的。你是欠我，小心别把命玩丢了，也别再打电话来快要种地去了，你应该是来找我的吧？你是 Wells 吗？Jackie， por favor。 我是 V， 听说你有些货得找人运走。在我们那儿谈生意之前都先要交交心，算是个习俗，或者说是礼貌吧，懂不懂？你还挺看重规矩的。人总得有点骨气吧，兄弟。等你什么都被人拿走了，至少还剩这个。行啊，那先从你开始吧。叶之城土著留的都是海伍德的血。我从没去过叶之城，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。那你想象有这么个地方，所有人都像兄弟姐妹，或者远房表亲，至少。哈，我好像明白了，不一定得多喜欢对方，但都是自家人。海伍德就是这样，另外每个人都带着家伙。你呢？这么说吧，我那儿也是个海伍德。那咱们两个估计会很对路子。那货里面是什么？不知道的话还能睡个好觉，所以我不想知道，这是好事。你不知道我们要走私什么？这些东西是从公司里偷出来的。偷？哼，某个二逼弄丢了，被另外的二逼捡到，一轮接一轮，现在到这里，叫什么来着？蝴蝶效应好像是。怎么，就没人会来找这些箱子吗？就算他们找也没事儿，除非能赶在过境前找到，你懂吧？来吧，把货装车。阿威伯。
差点以为你放我鸽子了。我有事耽搁了，而你这儿也不是那么好找。这不是低调吗？那个傻逼警长，一看就是个事儿妈。没错。真你妈沉啊！哎，我们出发吧。过关的报单都准备好了吗？必须的，必啊！难道中间人没给你派过单子吗？他派过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听着，朋友，咱们可都是专业的，对吧？嘿，你以前跑过这种走私线吗？怎么，你紧张了？我。不怎么办，他们扫描我们检查文件。OK， 到时候我负责跟他们说。请将你的交通工具行驶至检查区。请留在交通工具内，安全检查很快就会开始。我怎么觉得要歇逼了呢？你紧张他们会看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深呼吸，冷静下来。 OK OK， 把报关单给我，他们到时候要看的。走，给你。我看看，哼，上面标着 LOA， 太好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抵达时丢失，意思也就是说货物一过边境时就会被丢失。哎呀，那他们知道我们在走私了？他们待会儿就会知道了。检查区内的交通工具所有者需要接受进一步询问。啊，金刚的妈的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别紧张，这都是常规程序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嘿，看来你很懂这一套啊。想让关卡对我们那些可疑的文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得上点供。装钱的芯片呢？哦，对哦，我差点忘了。是啊，你忘了。我这先不熄火了，万一出事了好跑路。就这么办。如果你携带了武器，请放在这里。请你去二号房间接受询问。你请坐。文件。规矩我都懂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可能全也可能不全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们运的是什么？都写在上头了。是吗？有什么问题尽管说，大家肯定有办法能解决。你看我问你话了吗？你觉得我有可能查出任何违禁物品吗？报单上还有一个额外的增项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跟哪个流浪者家族跑线的？不，没有不足，我自己跑。鲁莽，可以说有点傻。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你这种人，我都庆幸桌子那边的不是自己。
彼此彼此。你可以走了，你的助手还在车里等着你呢。别忘了拿上你的个人物品。手上的家伙可要看好了，欢迎来到夜之城。那些小瘪三还以为夜之城是什么天堂呢。那你能怎么办？年轻人就是天真呢。里面什么个情况？一会儿告诉你，我们得快点走了。对，赶紧。里面什么个情况？给我讲讲。一个海关的混蛋问个没完。一般不这么问吗？不会这么细。你觉得前面还会有麻烦吗？开吧 Jack， 只管开。哎，有人向这边来了，我觉得他们不像是山茬。请立即停下你们的车辆。快，赶紧撤。好。你们所运输的物品是公司资产，涉嫌走私。我再重复一遍，立即停下车辆。是难免遇上这种事儿。哪种事？到底他妈的怎么了？边防安检给公司打了个小报告，说我们拿了他们的货。这帮压线的就这么搞我们，把我们当猴耍，也不怕找他算账吗？他赌了一把，他觉得我们背后没有家族撑腰，而且他押对了。真他妈操蛋！我们已经过了边境，现在你把钱付了，咱们分道扬镳。我跟你明说吧，我手头也紧。现在没钱给你，等运这批公司垃圾的钱到我手，马上就给你结账。哼，你觉得我会在这儿乖乖等着是吗？本来我压根就没打算给你钱，想一过边境线就脚底抹油，但是吧，你人挺实诚的。你骗了我。哦，那可真是抱歉啊，玷污了走私犯的高尚品格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开箱看看有什么呀。开箱子。
看到拿来的快递已经开了箱，不知道你的客户会是什么反应。去他妈的客户，总有一天你得自己干，拥什么井，中什么贱人。再说要找新下家，总得知道卖他什么货吧。我操，箱子上写着荒坂，我们这是抢着硬骨头了。那这回没准就赚大发了呀。No mames， 一条真的鬣蜥蜴，看着像小安德烈斯群岛的品种。小安德什么？烈斯，好像30年前就灭绝了，生活在小安德烈斯群岛。出远门了呀，麻麻咧咧的朋友。你觉得他能卖出好价钱吗？必须的，咱们这趟可真没白干。咱们？是啊，搭档啊。卖了对半分，只要是个靠谱的中间人，就能找到想买这宝贝的金主。可惜了，我一直想养个宠物呢，名字嘛就叫钱多多。话说我问你，想好到叶之城以后要干点啥了吗？还没想好，过去几年我一直跟随家族从一个州走到另一个州。他们在哪儿等你的吧？啊，不，我们决定以后各走各的了。那就难喽，出来混也没个照应的。别担心，哥们儿帮你找活儿，干什么还不能混碗饭吃呢？遇到事儿有人能挺你是很重要的，例如家人，也许你在这城市里也能找到几个。谢谢，我很感激。拉倒吧，这算个屁，咱们俩这么对路子，能一起干可别浪费了。搭档，嘿，哦，真是个小乖乖。知道吗 ，Jackie， 你其实没那么混蛋。哦，看这话叫你说的，兄弟。OK， 搭档，把这蜥蜴拿上，咱们闪人吧，赶紧。你好啊，夜之城，我是你们的 Stanley。咱们的逐梦之城又开始了漫长的一天。我爱这座城市，就像你爱你老妈。想当年，她把你扔到孤儿院门口，如今走到街上碰到你，管你要烟抽。每过一天，这就会多出180个新来的，但你都只有一半能熬上一年，还是得赶上好年头才行。他们为什么上赶着来夜之城呢？还不是想当上摩根黑手或者威廉老蛇这样的街头武士。有这么一句话记住了，就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。只可惜人怕出名猪怕壮，活得越过瘾这人也就越短命。这还不算有人一枪把你天灵盖给掀了。夜之城的传奇人物，知道都在哪儿扎堆吗？坟地里。跟咱们这个地界，英雄呢不看出身，就看你能不能踩出自己的道。这就是夜之城，这就是逐梦之城。